喂，您好，请问是贺林吗？您爷爷非要进超市，但是疫情期间没有健康码是不让进去的，您可以过来处理一下吗？啊？你们在哪儿？马上过来。我跟您说过了，没有健康码是不可以进超市的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出事啊，我赶时间了。您不要为难我们的工作好吗？我什么事都没有，我很健康的。请您不要为难我们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你要买什么东西你跟我们说，我们带你进去，不要给他们找麻烦可以吗？我就是想买点东西。来来来，这些火锅底料你可以多拿一些。我专门问了别人，爱尔兰人不吃火锅，你不吃火锅怎么行呢？这里还有你从小爱吃的老干妈，你也带一点，再来一瓶吧。喂，你好，我是，对对，我还是决定留在国内。很感谢你们的邀请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需要留在这里陪我的家人。很感谢理解。拜拜。